谢谢你，真的是谢谢你，能够让我们小兰又活了过来。还有，志雄的下落也有消息了。老天爷，谢谢，真是谢谢你，谢谢。小兰伯伯，小兰伯伯，阿妈你来了。你好，怎么样？小兰伯伯，恁家好厝边哦。 拢知影讲小兰哦，即马带病需要钱啦，大家听到伊安尼心肝足艰苦的，啊，因
大概出一点嘛啦，意思意思啦，啊，你家收起好无？出。好啦，迄是哦，无济钱啦，表示因的心意啦。阿妹，谢谢，替我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别客气啦，虽然个宝宝，小人即摆安怎，我都有去病院甲伊看。我惊他去给他看，我也哭没事。阿满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小兰现在啊，真的没事了，没事又活过来了。嗯，真是的哦。哎呦，我都知影哦，天公伯啊，拢是听咧可怜人啦。天公伯，你足有目睭的啦。亲像哦，小兰咱的伟大的母亲哦，亲像小兰遐尼可爱的囡仔哦，天公伯啊，一定保庇伊没事的啦。是啊，是啊。阿满。我还忘了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呢，什么好消息的？我们志雄啊，有下落了，真的！哎呦，这货要修好了。哎，你这么难得啊？不清楚哎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唐玉玲告诉我们的，其他的我也没多问。都是这个唐玉玲在搞鬼呢，好讨厌他哦。他的情况很好，血压、心跳都已经稳定下来了，这真是个奇迹啊！陈太太，恭喜你了。谢谢。有什么状况，麻烦通知我。是，谢谢啊。哎，安医生，谢谢哈。秀兰，我看你回去休息吧，毕竟几天几夜没睡，这样熬下去不行的。没有关系的，阿秀等你哦。木木啊，我会来跟我这样子对换一下啦。不要固执了嘛，小兰能够转进普通病房，就表示说她的病情况还蛮稳定的。你回家去，这里我来照顾她就好了。啊，妹呐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你真的是对我很好嘞。哦，我真的是很感谢。啊，我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跟你说嘞。哦，嘿呐，啊前几天吼，啊你真的吼赶来这里。真的赶的是时候嘞，而且吼、哦，你还抱着小熊来看小兰，还带给我们志雄的消息。那不吼，那个小兰说不定真的已经走啊了。唐小姐，真的谢谢啦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的感激嘞，谢谢啦。现在先不要说这些了，你回家去休息吧。唐啦，啊对啦，啊唐小姐，我一直想问你啦，啊志雄嘞？啊，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他好不好啊？他身体好不好啦？啊，我一直想知道啊，他有没有找到工作哈？啊，他最近怎么样哈？啊，你都没有说嘞？啊，我可不可以问你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啦？这，秀兰啊，秀兰啊，秀兰，秀兰，杨毅哦，你还讲小兰都有去的，啊，出小猫消息了哦，嘿啦。啊，这个吼、哦、都是那个唐小姐吼、哦、给我们的福气啦。啊，唐小姐，啊，这是我的邻居阿满呐、啊。哦，阿满，你好。你好。秀兰，我们方不方便请阿满照顾一下小兰，然后我们到外面去。我有些话想跟你聊一聊。哦，方便呐、啊，方便呐、啊，哈、哦。嗯。啊的。啊、你帮我顾一下小兰哦，啊，她要是有醒来哦，你要赶快跑来告诉我、哦。我知道了，没问题啊，我在就好了。去啊去啊，去啊，谢谢。秀兰，刚刚在病房里，你问我志雄的事。啊对啊对啊，你还没跟我讲呢。我是骗你们的。骗我们？那、啊、你骗什么？我并没有找到志雄，我那个时候只是想给小兰一点希望，就随口说一说，而且也是你逼我说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会当真。我们。当真了、哦。
看来我们小兰又要失望了。对不起，你别安尼讲啦。啊，如果不是你骗，如果不是你好心的骗小兰，小兰才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那不吼，说不定她早就去了。秀兰，你是个好女人，好妈妈，好太太。啊，唐小姐，你不要讽刺我了。我连小兰都照顾不好，我怎么会是个好妈妈？我再讲小熊啊，他将来长大以后吼，一定会恨我的啦。啊，对于来讲吼，我又怎么会是一个好妈妈？再讲，我如果是个好太太吼，恁志勇啊也袂去找你啊。我如果是个好太太吼，我怎么会连我老公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？我真的很担心哎，如果我们志雄吼有个三长两短吼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兰解释，怎么跟我们陈家交代嘞。你放心，志雄他不会有事的。唐小姐，啊，你每次都这样说，好像你跟……你不要乱猜嘛。我只是这样觉得啊。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志雄的。啊，唐小姐，你真的很爱志雄。啊，为什么哈？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。我知啦，我只是很好奇啦。啊，唐小姐，啊，你跟我们志雄在一起，真的很快乐吗？我常常在想啊，啊，你跟志雄的爱和我跟志雄的爱有什么不一样？哦。你是真的把他当成志雄，还是把他当成死掉的那个张先生哈？我是怕讲志雄哦，人公公啊，会去被你利用吼，把他当成那个什么张先生呐？啊，唐小姐，那你到底是看上我们志雄哪一点哈？感情的事情是很难用言语来解释的。我记得当初我看到志雄的时候。就觉得我好像已经认识他很久很久了，对他的感觉好熟悉，所以那个感情才会一发不可收拾。啊，如果让你再来一次，你还会这样做吗？会。谁又真的可以忘掉？爱就值得了的，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隔，我不愿缘分，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。妈，妈，妈，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真是哪？阿妈姨，你看一定我是阿伯喏。哎呦，阿妮你真是真心，你真是无代志啊啦。阿妈姨，妈妈呢？哦，你妈妈哦，家在唐玉玲出去啦，你咪等来呀啦。别惊哟，来来，妈，看看看看。阿妈姨，爸爸呢？哦，恁爸爸哦，即马是还无看到伊来啦，啊，一定会来看你啦，啊，即马一定伫都会啊啦。真的？当然是真实的呀，小兰，你好起来，我真欢喜的呢。妈，阿妮醒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
我觉得好多了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小兰呐，你敢不知哦？你妈妈是烦恼到要害去哦，啊无眠无日哦，拢安尼给你顾呢，啊未食未困的了。妈，我想我这次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谢谢你来看我，阿姨早就应该来了。小兰，阿姨很高兴你能够康复，所以要尽快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哦。嗯。哎，阿姨，小熊呢？哦，小熊在保姆那里，医院里面细菌太多了，阿姨怕他被感染到，所以不敢让他来。不过你放心，等你病好了出院。阿姨一定让小熊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嘿娜，阿小熊哦，现在哦越变越可爱哦，而且哦长大很多呢。我也好希望马上就可以看到小熊了。对了，妈，爸爸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看小兰呢？阿姨，你不是说找到爸爸了吗？哎，唐小姐，你免在那里啦！啊，厝上人伫倒啊，你唔着紧讲。我，哎呦，你免在那里假神啊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做人较有良心的啦。因安尼规家伙也凄惨累累吼，迄一半嘛是你害的呢。啊，你莫看伊小人，咱好欺负哦，甲骗甲咱冤冤个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啊，做人若无良心哦，是袂好买啦，知无？办啦！啊，你不要误会啦！啊，唐小姐她没有怎样嘞，她真的有帮我们找到志雄，啊，志雄也有说要回来，只是，怎么啦？难道爸爸不想回来看小兰吗？哦，小兰，不是啦，是这样子的，爸爸他现在在一间工厂做事情，那。他做工的时候啊，不小心让机器压到了，他受伤，所以不能过来。被机器压到，那爸爸现在怎么了？爸爸有没有伤得很严重？没有，他伤是不伤得严重，可是，他脚伤到了，然后呢，缝了很多针，所以他现在一定要躺在床上，不能下来走路，所以他才不能过来看你。哎，小兰啊！恁志雄哦，嘛想要加塞运呢，啊无代无事，还甲人咧受伤啦。哎，啊伊到底是啥物工厂啦？啊是做啥物工啦？哎呦，啊你搁伫病院，啊袂当来啊，啊无安尼啦，咱来甲看啦。我伫个小骨头啊吼，来甲补补啦，好不？我也要去医院看爸爸妈妈，你带我去嘛。好啦，啊等你的病吼养好一点，养好一点，妈妈再带你去看爸爸啦，哈。应该的，小兰，弟弟，小熊，姐姐爸爸，姐姐爸爸，熊，姐姐好想你哦。多谢，谢谢啦，哈，是啊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啊，哎呦，不要客气啦，恭喜你出院啦，谢谢啊。香蕉糕多好呢！啊，唐小姐，多吃一点呐、啊、吼。哦，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吼、哦，菜都比较简单呐、啊。你不要嫌弃哦。怎么会呢？一桌子的菜这么丰盛。唐小姐呀、啊，哎呦，我知哦，你拢食迄山珍海味啦，迄鲍鱼鱼翅啦，你看，阮规桌拢是粗俗的菜，唔知合不合你的口味哈、啊？合，当然合。真实的哦，来啦，
吃我的猪脚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阿姨，你吃看这炒面，这炒面很好吃的，是我们这里才有的，你吃吃看，很好吃哦。嘿啦嘿啦，还有这个布袜啦吼，阿姨有交代哦，他说哦，这个布袜吼是他们那一家吼唯一才有卖没有农药的哦。好啦，你有没有弄清楚啊？今天到底谁是主角？小兰的婆婆，今天当然是小兰主角啊！哎，那是天叫给做爷爷的吼。嘿啦，不喂啊，小兰主角吼啊，他是主角啦，我们是庆祝他出院啦。那可是吼，我们也要顺便感谢一起。帮助小兰渡过难关的家亲家朋友，还有这些好处兵呀、啊。阿母诶，啊，这好处兵吼，啊，除了迄个阿满啊、阿玉以外吼，啊，唐小姐也算一个大功臣啊，对不？哼，阿母诶，让唐小姐吼大老远带小熊来看小兰，她也是一番诚意啦。啊，搁再讲。人讲远来是客啦，母诶，莫讲远啊啦。伯母，对不起啊，我好像喧宾夺主了。我在这里跟您赔礼，敬您一杯。这一杯呢，一则是表示我对您的敬意，因为您以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人，今天都可以放下身段。跟媳妇儿一起同甘共苦，维护这个家园，真的是难能可贵。二则，也是表示我对您的歉意，因为如果不是马强骗光了您所有的积蓄，您也不会过这样的苦日子。马强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。我知道，说道歉，其实是于事无补的。这件事情搁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，我一直想对马强骗您的钱做一些补偿。虽然说他现在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人跑到哪去了。不要提马强，不要提马强，在我面前永远不要再提到马强。啊，唐小姐，啊，这些过去的事情哦，就不要再提的啦。母啊吼，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吼，他已经不在乎我啦。啊，钱哦，有是上好啦，那无吼嘛不要紧啦。话不是这样讲啊，杀人偿命，现在还钱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杀人偿命啊？谁杀人偿命？你在恐吓我？你是不是在恐吓我啊？啊，秀兰，赶他出去，赶他出去，我不要看见他。阿不伟，阿不伟，看到伯伯，看到伯伯。哪个女的？伯母，阿玉，秀兰啊，啊，恁伯母是安怎啦？哦，我惊一个敢那抓狂的呢。我有想没有啊？唐小姐要替马强还钱给他，他应该高兴才对啊，那还变安呢？我看伊迄个面容，敢若拍着惊着呢。怕丢掉？嗯，小兰啊，有较巧的啦，唐玉玲，我们一行人哦，不免客气，把我收起来啦，知无？那个由我婆婆自己做主啦，啊，欠的钱吼是她的啦，让她自己去决定啦。哦，这样哦，好啦，我来等啊吼。拍谁啦？再见哈，多谢啦。我明仔再过来啊。好啦好啦，多谢啦哈，再见呀哈。拍谁啦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木啊吼啊，怎么会突然情绪这么不稳定，这么激动啦？啊，我觉得吼，你原谅他比较好啦，因为他年纪大吼，我想他不是针对你啦，他吼常常吼一听到马强的名字吼，都安尼两公啊啦。我知道，我怎么会怪他呢？要怪只能怪马强，他实在做太多坏事。你看，他们两个睡得多甜。我看过了，自选的事我是瞒不下去了。我还是吼老老实实告诉小兰，他爸爸我不会回来看他。只是吼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
这都要怪我。啊，这怎么能怪你？你也是一番好意呀。小兰哦，为了想要替家里多赚一点钱，跑去做槟榔西施。当我从警察局把他带回来死打一顿以后，他很伤心，认为我不了解他。偏偏这个时候哦，他又发病了。我想哦，他也不想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跑来，啊，带来了志雄的消息，骗他说哦，爸爸有消息啊，会回来看他。老婆哦，我想哦，他早就走了啦。唐小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小兰一命，谢谢你。这不应该谢我，是你救了小兰的。这是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母爱的伟大，那个伟大的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天下做母亲的都是一样的啦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。唐小姐，阿丽今妈妈是做人老不为人，我相信吼，在你身上，我也一样可以看到一个母亲的伟大。我把小熊交给你，我很放心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很放心啊。秀兰，谢谢你这么相信我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在这里吵到他们了哈。原来妈妈和她阿姨是骗我，原来爸爸还是没有消息，爸爸不会回来看小兰了。爸爸到底在哪里？爸爸你到底在哪里？睡比较好了。好啊，这样子小熊跟小兰可以多相处一下。我明天再带他走好了。秀兰，有件事我想我们做个了结吧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匆匆忙忙的，身上没有带多少现金，好不好？你开个序幕字给我，我开张支票给你。啊！本来这张支票上回就要给你的，可是你又不肯收。我晓得你们现在生活很困难，外面又有一些债务，小兰这一病要花掉不少钱，你的美容院关了，槟榔摊又做不下去，这家里老老小小的，到处都要花钱的。话是没有错啦，而且吼，你马强吼欠阮母啊欠你侪钱。啊，你是他老婆啊，啊，你帮他还钱是应该啦，啊，可是你们现在又离婚啊，啊，照你的说法哈，啊，马强现在又不知去向，反正哈，好像马强闯的祸，也不能算在你头上啦。当然要算在他头上。阿伟，我们唐阿姨，你刚才说。你愿意替马强还债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不管是多少钱，只要你开出数目来，我一定一毛也不少的还给你。好，我要的不多，五千万。五千万？怎
有困难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困难。我一定给，我一毛钱也不少的给您。你的财产可能会马上遭到冻结。是真的有心，但是这笔钱我能让他替马强付吗？马强已经死了，我跟他之间的一切恩怨债务也已经了了，我不应该再贪图这非分之财。但是这个家实在是太苦，实在是太需要这笔钱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阿布，阿你怎么把他撕掉了？伯母，您这是……我不能收你的钱，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，真的，有这个心意就够了。阿布，阿你怎么突然会变这样了？从今以后。不要再提到马强，我跟他之间的债务已经了结了。阿布，阿里的意思是说他把钱还给你啊？啊，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那个钱呢？秀兰，我说了不要再提了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不了，我不问了，我不再问了啦。伯母，您不收是您的仁慈和宽厚，可是我这里我多多少少总是要还一点吧。不需要了，总之我们言归正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志雄到底在哪里？你在撒谎骗人对不对？说什么你知道志雄的下落，说什么志雄在工厂受伤，说什么他住院开刀，这一切都是你骗人的对不对？从头到尾你就没有一句真话。你骗得过小兰，可是你骗不过我呀。伯母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完全是为了小兰。请你原谅我，我不得不欺骗这个善良的女人。我不能告诉她，她的丈夫杀了马强。我更不能告诉她，她的丈夫不是忘了他们母女，而是因为她得了失忆症。陈志雄已经变成张台生，而张台生是我的。是我一个人的。菩萨，虽然讲哈，我的志雄哦还是没有消息，但是哈，我还是很诚心的感谢你啦，因为
虽然我还是没有等到志雄，但是我的女儿吼却死里逃生，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。我心里吼是充满了感激的啦。对我这个苦命的找人来讲吼，失去丈夫虽然很悲哀，但是女儿失而复得吼，这是更大的福分呐。我秀兰哦，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做人不能太贪心呐，不能要求太多。我能够有今天的结果吼，我已经心满意足啊。多谢。谁能强求？谁能留得住？爱要走的时候。小熊吼难得来，要不要多玩几天哈？我跟阿布吼还有小兰吼都很舍不得他啦。唐小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回去啊？不行哎，我台北还有好多事情要办，我这次离开太久了，一定要回去。秀兰，我这一次出来，身上没有带什么现金。这里有盒首饰，你拿回去，需要钱的时候把它拿去银楼卖了。啊，不行啊！啊，这怎么可以？你不要再推了，这些东西现在对我来讲已经是身外之物。你要是再推辞的话，我就要生气了。来，别塞的，别拿着嘛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再说，今天以后我们可能就见不到面了。你是说我要离开台湾？为什么？我要带小宝到国外去定居，一方面是有人帮我在国外找了一个很好的医生，可以帮他开刀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你也知道，我最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所以我想离开台北，换个环境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。那这样子以后，我不是就见不到小宝了吗？唐小姐，不可以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要离开台湾好不好？秀兰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。不过我总觉得，我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子这么密切的来往。小宝一天天的长大了，让他夹在两个母亲中间，对他的成长并不好。你是说，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跟小宝见面。我要鼓起很大的勇气，才能开口跟你说这些话。我晓得这对你很残忍，可是为了大家好，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的要求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以后我们不要联络，不要见面，连打电话都不可以哦？明白啊，你根本不是替小熊找到了什么好的医生啊，你根本就是想要躲避我的纠缠啊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自私。你快休息了。
哦，那钱要还呢，那财神爷来，佫甲赶出去呢，5000万呢，伊佫无爱哦，爱毋是爱钱爱到要死，啊，即嘛无爱，伊偷个骗赢许啦。我嘛毋知影，伊着有伊家己的想法啦。啊，对啦，阿伯呢？啊，这个首饰盒里面吼有很多首饰，啊，你帮我拿去问问看，值多少钱呐？啊，如果能够变成现金吼，我也好赶快去还人家的债啊，哈。阿姐哪有这样？唐小姐好乖啦，伊这人还在旧毛，阿伯就提现金就好啊，提到这个物件哦，足晦气的。你妈妈安尼讲，啊，人家有这份心意吼，我已经很感谢了啦。不过看起来吼，好像他也有困难呢，啊，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有钱呢。想到阮小熊吼，我都足艰苦的。他说吼，他要把小熊带离开台湾，要出国去呢。如果他们真的找我要智雄，我又该怎么办？不，智雄是我的，他是张台生。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陈志雄了，不管是张台生还是陈志雄，他们都是我的，是我一个人的。谁能强求？谁能留得住？爱要走的时候。现在大概6000块钱就可以买到，很便宜。那一幅是雷诺瓦的《船上的午夜》。对不起，慢慢欣赏一下。喂，大雅画廊，你好。台生，是我，我是玉玲。玉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我好想你啊，也好担心你。我也是。我也好想你，好担心你。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啊？能不能够出来一趟？我有很急的事要找你。可是现在店里面正在忙哎，等我下班好不好？不行啊，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要找你，你现在出来嘛。那我去跟老板商量一下，我待会儿打电话到你家。哎，不要，我不在家里，我是在外面的公用电话打的。我怕我的电话有人监听。啊！我是在公共电话打给你的，我真的怕我的电话有人监听啊。有谁会监听你呢？你丈夫吗？我先不跟你说这么多了，你能不能出来嘛？哎，玉玲，你先别急。这样好了，你告诉我，你先说一个地方，我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会赶到，好不好？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好不好？躲起来？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还要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要躲起来。我希望你能够跟外界的一切隔绝，你能够放弃寻找你的过去，你做得到吗？你的过去对你已经不重要了，你的未来才是重要的。我不知道哎，玉玲，你不了解一个失意的人，他内心的那种空虚跟他的那种迷茫，你也不了解找寻过去对于一个失意症患者是多么的迫切，多么的重要。可是你却要我放弃。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？
我知道对你做这样的要求很困难，我并没有说你一定百分之百要做到啊，可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你会尽量努力的去做到呢？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我的过去呢？你不明白，因为我只是害怕，我害怕当你找到你的过去，我就要失去你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找回我的过去会让你失去我吗？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，我还因为这样差点而死掉，我不想再死一次，你懂吗？还是答应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答应我。答应你，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，你真好。爱下来，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。你已征服了我，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？太想爱你，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。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？只能在迷雾中猜。